高雄市议员高三区候选人陆淑美七日成立竞选总部，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大高雄市长候选人黄昭顺到场替他站台造势。二人以陆淑美热心服务、闻声救苦，将她誉为人间妈祖婆，还祝福她当选后更上层楼。王金平表示不必去管有人做假民调，只要大家有信心，黄昭顺和陆淑美当选就是市民共同当选。大会还请来艺人白冰冰、李罗、王金平及新兵日记演员演出，吸引6000名以上支持者，场面非常热闹。王金平盛赞陆淑美任内发挥慈悲心为民服务，解除民困民苦，堪称是闻声救苦的人间妈祖婆。王金平直言，外传陆淑美当选后可能角逐副议长，只要陆淑美对未来议长、副议长选举还有壮志，让他高票当选，届时只要听众来到，就可顺理成章更上层楼。陆淑美致辞时，面对现场数千乡亲真心热情的高喊动算声，感动得一度热泪盈眶，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他表示。高山报道。